这是我所谓的三星食物，只会喷水而已。软软的，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摸到活生生的海参，很可爱。它每个菜哦，旁边都加了石头去帮它在挡风。吃这个艾穗里面有一颗刺。 嗯，静静的用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注意啊，制作牛屎饼的达人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狐熊秘境。